哎，这本怎么是弄过的呀？为什么？哦，这本是这本美术书、音乐书之类的，都是上一季传下来的。先把树皮包一下，然后我们今天中午吃吃干锅鱼块，干锅鱼，哥哥喜欢吃的干锅鱼。来，一下把这个贴上，继续写名字。妈妈，我这也要贴吗？你这也要贴吗？你那个不用啊。那你拿过来干嘛？那我拿过来干嘛？你说呢？因为你跟哥哥的放在一起，所以我们都是要自己收拾好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要自己收拾好东西啊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对呀，不是老师讲的，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做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梅阿妹，现在呢在给孩子剥酥皮，然后等一下呢我就要去煮饭喽。哥哥，那你在这边把它收拾好，好，把它收拾好，然后呢，好，自己今天把作业做完哦。好的。今天打算做那个鱼块，我小姑的孩子也在家，所以他们现在玩得特别欢。今天准备的是一只鲈鱼，我刚刚把鳞都给它剔掉了，现在打算给它清理一下，看一下大鲈鱼哦。现在给它腌制一下，这个鱼尾慢慢去炖它们一下。现在添加一点料酒。你不用自己拿，一天只能吃一颗，你吃那么多干嘛？添加一点。鱼哈，那个鱼我让它腌个十分钟就可以。我先把这个外面这个洗一下，我就进去了。那叫我。那好好说嘛，那你不吃的这个语气有点凶，妈妈好怕哦。我看你妈妈，等下下午要买玩具的时候，你们就买。我说不准买玩具。要不，不准买玩具。就这样子，然后。哦，你的意思说，因为我凶，所以你也要凶凶的吗？对呀，我就这样子的。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来，电灯加点，奶奶帮我升一下火哦。用油箱给它转一下，好吃一点。先把蒜头给它剥了。今天这点时间一点都没浪费。今天那个小姑的孩子回来，他特别喜欢吃鱼块，所以我今天就准备说做干锅鱼块给孩子吃一下。现在一份给他下进去一下。先将我先下去，给它稍微爆炒一下下，再加入一点豆瓣酱。好，中油，小中油。不知道孩子们敢不敢吃。把鱼块放上来，我先摸一下下吧，一点点。摸个5分钟。漂亮，孩子们的最爱，干锅鱼做好了。来，哥哥吃饭了。你们都开始吃饭了，肚子饿了吗？对啊。怎么了？哥哥，你看你打开了吗？不吃不吃了，吃不了两条，一个红锅，真棒哈，真棒，吃吧，谁吃吧？我给你拿走吃了。哎呀，这个。这个。这个。东西那又没关系，那这还有的吵架呀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就是因为这件事吵了。那又没关系，那就给妹妹呗。妈妈。
是吧？好，来，来点心。那你们喜欢吃的这个，来，饺子。嗯，都有给你们备饺子呢。来，这个饺子。谢谢。月月要吗？要。你好，今天我把鱼块拿来给你们做干锅鱼。妈妈，嗯，那个油呢？可是很烫，不是油。然后呢，把鱼头拿来炖了一下鱼汤。妈妈很烫。好，那我们吹一下，来，我给你吹一下。来，一块吃。我不要。你不要，那我们给你拿小块的呗。好。大块的，大块的你大杯椰了，我给你拿小块的给他椰。来。不。哎呀，我吃了。嗯。那你们快点吃吧，不要玩了。嗯，妈妈都吃完了呀。哇，这么快。对啊，今天你这一桌太好吃了，你看，鱼肉还特地给你留了一块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吃啊。嗯，不用了。我还是一个女生妹妹呢。你是一个女生妹妹，那女生也要自己吃饭啊。那你妈妈来了。当然我也自己吃饭啊。阿贝来了做什么？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